长江万里奔流，却在汇入大海之际，把一路裹挟的巨量泥沙还给了大地。这片岁岁年年、日夜生息的滩涂湿地，是山峦和江海馈赠给上海的礼物，它的名字叫做东滩。东滩湿地貌似蛮荒，对于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1700万常住人口，它如同一个巨大的肾脏，起着净化水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均化洪水等作用，为城市提供生态安全保障。而对于在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上往返奔波的数百万只候鸟，东滩更是一片维系着生死存亡的命脉之地。每当春天来临，几百万只恒鹬类候鸟沿着亘古不变的迁徙路线，从南半球的越冬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起飞，远涉重洋，回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北极圈，在他们的出生地繁衍和哺育后代。东滩正是这漫长的生命旅途中候鸟们北迁停歇的第一站和南归休憩的最后一站。经过连续数千公里的飞行，候鸟们消耗了超过一半的体重，此时的鸟儿饥饿难耐，疲惫不堪，它们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摄取食物，恢复体力，为以后的旅程储备充足的能量。东滩湿地和周边的人工湿地成为候鸟们的庇护所，那些潜伏在滩涂之下的底栖动物螺、蛤、蛏、蟹和各类昆虫，以及滩涂上蔓延生长的植物标草、海三棱标草、芦苇的根茎和种子，为南来北往的候鸟提供了安逸的栖息场所和取之不尽的食物。秋去冬来，夏候鸟已经散尽，白雪覆盖的东滩又迎来了冬候鸟的降临。银鸥、黑嘴鸥，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鹤，他们的身影为冰冻的滩涂带来了勃勃的生机。Thank you.
这是老金，东滩上的捕鸟人。早年崇明有捕鸟的习俗，每逢春秋时节，东滩之上鸟网散布。这种仅靠五个桩、一根竹竿、一张大网和几只诱饵的原始方式，曾经捕猎了无数候鸟。老金是远近闻名的捕鸟高手，他懂鸟语，能用自制的竹哨模仿出20多种候鸟的叫声，引诱飞鸟落网。在东滩，人类与候鸟的生存之争，一幕接一幕捕猎和逃亡的惊险场面，上演了多少年，多少代。直到1998年，东滩升级为国际重要湿地和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这一场人鸟之争才渐渐平息。老金也金盆洗手，凭借一技之长被招募为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东滩守望候鸟，为鸟类科研服务。从捕鸟的猎手到护鸟的卫士，老金的角色转变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密切相关，反映了大众生态和谐观念的回归和社会对自然生灵尊重意识的觉醒。这只大冰玉去年来过，今年又与老金邂逅，他脚上的环痣暴露了他的身份和行踪。环痣是候鸟研究的一种方法，它就像一个档案，记录着这只鸟的标号和数据，供世界各国鸟类环痣组织的成员研究候鸟的迁徙状况、归巢能力、存活率、寿命、种群结构以及全球生态状况、气候变化和流行病传播。是一种鸟类识别系统，用于远距离观察研究。右腿上黑下白是东滩的旗标特征。鸟是天地间的宠儿，是人类特别呵护的对象。就连候鸟食用的植物种子
也有鸟类学者设专题分析研究。一些濒危或者消失多年的鸟类种群重新在东滩出现。东滩的生物多样性引起国际关注，世界各地的鸟类专家频繁光顾东滩。安托尼·布劳德，法国人，他的研究课题正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种震旦鸦雀。他将花费半年时间在东滩寻觅、观察、研究这种精灵一样的美丽小鸟。置身于辽远而繁茂的芦苇丛中，安托尼被东滩的魅力深深吸引。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东滩，认识它的价值，更希望在此栖息的候鸟安然无恙，生生不息。新的一天，东滩湿地和鸟类保护区的日常巡护工作开始了。几乎每隔一天，保护区工作人员都要沿着固定的监测线路，在泥沼中搜遍东滩的每一个角落。除了监测东滩的湿地质量，候鸟的健康状况更让他们牵挂。近几年，国内外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呈明显扩大趋势。带病毒的迁徙候鸟如果与家禽接触，极易引发疫情。这是关系到整个城市乃至地球安危的一件大事。当东滩的天空飞鸟如云，其实在这优美风光的背后凝聚着许多人的努力和付出，他们守护着东滩的纯净，让这鸟的世界呈现出一片天籁般的祥和景象。
不仅是东滩，在崇明的西沙和北湖，在上海其他海滨和湖泊，候鸟赖以生存的滩涂湿地正得到妥善的保护。大面积的人工湿地和培植森林使鸟类生活获得有益的补偿。恒鹬类、雁鸭类、鸥类、鹿类，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类的友善，让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这片土地上筑巢栖居。松江横山，成群的牛背鹿在竹林间安居。奉贤边滩，白鹭在水湖中翻飞。堤岸之内，斑尾滨鹬在滩涂上追逐。南汇嘴金色的沙滩上，常有环景横出没。南汇临港新城大片的人工湿地，丰美的水草之间，时有黑水鸡悠闲的游弋。即使在市中心，高楼间开辟的城市绿地也为鸟类提供了自由生息的休憩场所。人们正在学会善待鸟类，努力还原一个属于鸟类的生存环境，懂得在地球生灵之间寻求一种和谐与平衡。今天是爱鸟小组活动日，这些爱鸟的孩子认养了一只鹬鸟，他们将通过互联网
接收到世界鸟类保护组织传来的关于这只鸟的信息，它的飞行路线、栖息地点、健康和繁殖状况。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孩子和这只鸟将建立起一种情感关系。通过对候鸟生活的了解，认识自然的奥秘，感受生灵间彼此的关爱。经过将近半个月的休整，候鸟们即将启程飞向遥远的北方，然后在秋天的时候带着他们的儿女重回东滩。老金用哨声为候鸟送行，回来啊，回到东滩呐、它是地球生命的家园，一个和谐共生的人间天堂。老金是远近闻名的捕鸟高手，他懂鸟语，能用自制的竹哨模仿出20多种候鸟的叫声，引诱飞鸟落网。在东滩，人类与候鸟的生存之争，一幕接一幕捕猎和逃亡的惊险场面，上演了多少年多少代。直到1998年，东滩升级为国际重要湿地和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这一场人鸟之争才渐渐平息。老金也金盆洗手，凭借一技之长被招募为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东滩守望候鸟，为鸟类科研服务。从捕鸟的猎手到护鸟的卫士，老金的角色转变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密切相关，反映了大众生态和谐观念的回归和社会对自然生灵尊重意识的觉醒。这只蛤、蛏、蟹和各类昆虫，以及滩涂上蔓野生长的植物，标草、海三棱标草、芦苇的根茎和种子，为南来北往的候鸟提供了安逸的栖息场所和取之不尽的食物。秋去冬来，夏候鸟已经散尽，白雪覆盖的东滩又迎来了冬候鸟的降临。银鸥、黑嘴鸥，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鹤，它们的身影为冰冻的滩涂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这是老金，东滩上的捕鸟人。早年崇明有捕鸟的习俗，每逢春秋时节，东滩之上鸟网散布。这种仅靠五个桩、一根竹竿、一张大网和几只诱饵的原始方式，曾经捕猎了无数候鸟。每当春天来临，几百万只恒鹬类候鸟沿着亘古不变的迁徙路线，从南半球的越冬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起飞，远涉重洋，回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北极圈，在它们的出生地繁衍和哺育后代。东滩，正是这漫长的生命旅途中候鸟们北迁停歇的第一站和南归休憩的最后一站。经过连续数千公里的飞行，候鸟们消耗了超过一半的体重。此时的鸟儿饥饿难耐，疲惫不堪，它们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摄取食物，恢复体力，为以后的旅程储备充足的能量。东滩湿地和周边的人工湿地成为候鸟们的庇护所。那些潜伏在滩涂之下的底栖动物螺，长江万里奔流，却在汇入大海之际，把一路裹挟的巨量泥沙还给了大地。这片岁岁年年、日夜生息的滩涂湿地，是山峦和江海馈赠给上海的礼物。它的名字叫做东滩。滩湿地，貌似蛮荒，对于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1700万常住人口，它如同一个巨大的肾脏，起着净化水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均化洪水等作用，为城市提供生态安全保障。而对于在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上往返奔波的数百万只候鸟，东滩更是一片维系着生死存亡的命脉之地。